还是肢体啊？要。还在练习，稍后我们。等一下下来就要请他们排那个。小网子吗？对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没关系，太急了。没关系。对啊，有就用，没有。我等一下，因为等一下我再用啊。我因为想说用那个原来他们的网子来架，因为好像还要多一副嘛。就是他们有多一组嘛，就架在那个中间那个地方，这样比那个在讲台更好。对啊，因为讲台怕高。对，而且高度又够，所以等一下我请那个谁帮忙用一下。我先把这些其他先用一下。那个小朋友那边长得怪怪的。上面有六个人，你看到吗？我六个。对啊。